일단 두려움이라는 게 말로 표현하기 힘든데. 其实能到世界赛的舞台上打比赛去表现自己，是每个职业选手的梦想吧。Something that in the moment you're just feeling like it's a lot of adrenaline. You're nervous, you're stressed. But at the same time, you know that this is what you want to do. 上场的时候，就从那个走廊走过去，那个 U L 的人走下来，U L，就看到你是不是都晕了？看我的眼神都是，肯定是 U L。我觉得那个 P G 的打野很猛，带暴力我。那个是那个绿头发塔布是吗？他那个标，是有那个自动导航系统。其实比起第二天的比赛来说，我更担心前一晚关了灯之后，我要如何睡眠。来，比谁玩的多吗？什么玩的多？这样玩。来，我觉得安吉之所以就是每天打打闹闹的这么有朝气，跟我就是我是最大的功劳者。我这个昨天10块钱，我直接花了一年。10块钱的地暖壶，你说的。我这一个能顶你四个，因为我只带了这一个。一支队伍想走得更好，就像一个刚出生的孩子一样，需要一个严格的父亲跟一个温柔的母亲的。然后恰巧我们现在队伍，我跟辅助选手名就是很完美的扮演了这两个角色。MAD 应该是这次 MSI 我最喜欢的一支队伍了吧。夏虎，RNG。I have always wanted to not live a normal life. I didn't like studying, I pretty much didn't like much things. But sleeping, I really liked sleeping. I think we did not really like to have fun. Not really fun, yeah. Yeah, I enjoyed it to the maximum. So, Mad Lions is a Spanish team, so I'm really proud of to win a Spanish team. But also, it's a team that is pretty hungry to win. After 105 and 110, we can go in and finish one.We really want to win, no matter what the cost is. Yeah, I think those are our biggest qualities. Do you have your badge on? Oh. You're all good? Yeah. 제가 이제 어릴 때 닉네임을 지어야 하는데 멋있는 닉네임이 기준 일단 첫 번째. 영어로 돼 있어야 한다랑 그다음에 두 번째는 이제 약간 제 기준에 그 당시 저 어릴 때 저의 기준에 약간 멋있어야 한다라는 그런 기준들이 있어가지고 쇼 가지고 생각해 보다가 쇼를 만들자 뭐 쇼를 보여줄 수 있으면 좋겠다 그런 뜻에서 네, 메이커를 합성한 것 같습니다. This is the matchup that a lot of people were looking forward to. Dom on Kia, four behind. One decision. RNG take down the world champion. 일단 패배했을 때 되게 좀 화가 많이 나는 것 같아요. 사실 이제 저희 팀이 어느 정도 기대치가 많이 높다 보니까 저에게 승리는 약간 당연한. 해야만 하는 것이라고 생각하고 있고 언제부터인지 모르겠는데 제가 이기고 나면 그렇게 기쁘진 않고 그냥 다행이다라는 생각이 많이 들어서 일단 먼저 저의 활약상은 무난하게 뭐 특출나게 잘하진 않았고 그냥 근데 유독 저는 좀 부담되는 게 좀 심한 것 같아요. Going to be able to get some back, but PSG are going to do it. They defeat
the undefeatable and RNG will draw blood for the first time at MSI 2021.人生中最快乐的应该是以前在那个 Fresh Wolf 的时候，就是跟队伍拿到第一个联赛冠军的时候吧，感觉就是有那种很多的成就感，然后跟队友一起携手合作赢得胜利的那种感觉。S4 就在那，蛮怀念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因为在 LPL 两年的话其实都是在比较后段班的位置，然后 I don't know what it is with Maple, you get him into a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he just plays better. 跟现在的队友们可以配合得更好，然后拿到更好的成绩。在打了那么久其实我也不会有什么压力，然后在国际赛的话就是尽情的享受比赛，表现出自己的水平。Absolutely beautiful set of games here. Good to see signs of life for PSG Talon, but sadly they will not break the curse of the LMS. RNG are headed to the finals, waiting for their opponent on Sunday. 可惜了，啊，还是要减少失误。就是感觉自己再做的更好一点，就是赢下比赛的话，那种感觉就是很可惜。觉得职业选手的话，就是你本来就不可能一直赢下去，就本来就是有输有赢，所以就想着下次的我能做得更好，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The people that I'm surrounded by, they help me so much that I don't want to be alone. Something I am really afraid of.To me, success means being happy. And people that are always there. If I'm happy in the life, I think I'm being successful with it. Damwon Kia will face off against RNG tomorrow. Damwon failed against RNG. They didn't look clean.But Damwon, definitely the deserved victors today, looked dominant in their victories, and I'm excited to see them go up against the Titans in RNG. 사실뭐제가살면서가장행복했던기억이이제뭐저는이제이미월즈를한번우승했으니까사람들이뭐그렇게예측할수있을거라생각하는데저는사실월즈우승했을때가가장행복하진않았고 LCK 로승격했던순간이제가생각했을때는가장기뻤던것같아요뭐 LCK 올라가고나서도그렇게좋은평가를받는선수는아니었어가지고그리고제가이위치까지오기까지의과정이진짜쉽지만은않았어요저도엄청열심히노력했기때문에이위치까지올수있었다고생각하고지금은그때랑은다르게저도이제좀경험이많이쌓였고스스로에대해좀자신감이많이붙어있는상태이기때문에제가좀잘해서우리팀원들을도와줘야겠다뭐압박감보다는좀즐기는쪽이큰것같아요
这次代表 LPL 出征 MSI 赛，不仅是对我们 RNG 五个人的历练，我们更是承载了 LPL 的粉丝还有 RNG 的粉丝们的厚望。제가네안잊혀지는게중요한것我希望我的后辈们能够记住，在你踏上职业道路上这一刻开始，你的目标就只有冠军。拿什么去打卢锡安呢？阿卡丽，这么拼吗？这个打卢锡安还是有点。而且阿卡丽其实也是守门河的一手绝活呀、啊。那个时候他还没拿这个世界冠军之前，在 LCK 就是一手阿卡丽。按照他中单其实压力还是有的。卢锡安加乌迪亚这个中野，特别是上中野吧，搭配起来还是在前期有很强的一个压力。主动性绝对是在 RNG 这一边的。对，期待一下，就看快影能不能把这个卢锡安这个英雄驾驭好。对，舞台已经是有了。不知不觉有点小紧张，嗯、因为这个不知道大家紧张不紧张。其实这个就是确实不是 RNG 以往就是他们喜欢拿那一套东西。对，因为卢山那个点一般是小虎嘛，对吧？我们都知道。而且这一波是，就这个赛恩一亮，你又会去想会不会是 DK 就想把你这个卢山逼到中路去？对，他就是想逼过去。对，因为这个阵容，你说你要这样想，就小虎用卢山，然后中单 Crying 整个发条，这把 BP 已经赢了，是对对吧？但是发条 DK 也很清楚这一点，对，直接就翻掉了，秒背啊！就我们那个不确定性，只是建立在就是卢山跟乌迪亚这样一个中野在前期，哎。英雄属性上够强，但是 RNG 是否能够打出来这个优势？而且这个 MSI 其实 RNG 中野前期提早动起来的场次是比较少的。嗯、对，而且说句讨骂的话嘛，就刚才我们在前期分析的时候，其实 RNG 相对于 DK 来说，中野是比较薄弱的一个环节。是的，中野我觉得 DK 确实要更强一些，这实话。他们这个中野从去年到现在吧，还是、哎、我觉得有设计。这里开着扫描过来，一级挺强的这边扫过来，但是好像没有被看到。哎，这里擦身而过的话，哦，那可以从对面也去开了。擦身而过其实也没被看到。对对 ，DK 第一时间其实不知道 RNG 在那边开的，而且这边的眼位也发现了。RNG 的眼位是看到了开念。嗯，那这样的话，两边应该是要换一下野区。哦，而且很细啊，走回三角家里出来，这样的话就不想暴露自己的打野的开局。很细。DK 现在还是暂时不知道乌迪亚的位置的。哎，如果他不知道 RNG 在红色方的蓝开的话，那其实野区可能会赚一大片、哦。这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其实这个就是 RNG 之前在对抗赛，他们老是一级团吃亏，但是今天这个一级团我觉得是有研究过的。而且之前我们也说了，其实由于三条线 RNG 都不难打，所以说乌迪尔可以等一会儿配合线上来守住自己的野区。嗯、这样的话，莫甘娜在初期会亏很多很多野。前乌迪尔这里是三坨野全部刷完，而且莫甘娜勾回来打一下，哎，这个勾回来回头就对了。对吧？把他前期打得很舒服。是的。好，乌迪尔回来看一下怎么刷，看肯尼的动向了。莫纳是完全不知道的，对，应该不知道，他应该会回到自己的蓝 buff 野区。然后这个一团设计就很舒服。是的。哎，可惜 Q 没到，往右走了一步，哎，折返了。哎，看来是有一些讯息吗？他应该是知道，不然这么走完全没道理、啊。对。哦，这个嗅觉有点厉害，说实话。对，因为他没有任何的视野看到乌迪尔。而且小薇也没有想去自己的蓝 buff 野区，勾到可以先打一套，直接交点燃，直接挂点燃，逼掉了这边的治疗，我觉得是可以的，连环治疗，而且血量给你压低了。是的，而且自己这边带的是净化嘛，等会也不怕过你过来缓。看你很有经验啊，嗯，放一个眼，这个嗅觉有点好，说实话，这样也基本上就是正常换野区了，初期没有赚那么多。对，感觉可能 DK， 我觉得他们是看到 RNG 的下路拼的这么凶，他可能有意识到乌迪尔在下半区了。嗯，是的。因为而你看他的下路的两个人一直在压，一直在压，对，这样的话就明摆着告诉你，可能我五点就在下半区野区。是的，而且可能莫格纳的行动已经暴露了。哎，中路宽心打得不错，这波换血还比较赚，而且初期的补刀也是有一定压制的，但这个时候要小心。就卢谦这种你中路一直压，
此一波可能你压制力就没了。回来扫眼看到，那有知道莫甘娜来过，嗯，虽然是领先一组，但是莫甘娜的 F6 已经刷新了，他又刷了一组 F6， 然后前往石头人，其实就是看见也许不落后，对，他其实不落后，两边现在打野依然是一模一样的一个开局。下路现在是小优，血量优，然后补给品优。这把上路是不用太关注的，因为这把两边的上路选出来就是很难有打野去照顾。对，主要还是看中野谁有优势，以后可能会去下路搞。中路部分化领先的刀数还是蛮多的。是的，是的，接波线能不能送啊？不能送进去。六级前还是要给到足够大的压力。继续入侵吗？还是下路？这可能是个机会。有点想拿，这个有机会。先攻回来，先打白刃，指上来了，不能送。那的话，白刃很危险。闪现拍晕，上来打一血了，一血给谁拿了卡莎，非常的完美 ，first blood。这一波感觉 Barrel 完全没有意识到左边是有打野来的，是 Barrel 敢指上来，而且他指在的还是在一个后卫的卡莎，这一波是把自己送入险境了。他这个指上来闪现就不用交了呀，对，交也没意义。小威这边还是交了个闪现拍晕，来保底啊。是，这波没问题，拿到一血，嗯，再一次照到大概的一个情况，找到天天的位置。那下路依然有优势啊，你打 DK 就是下路要打优势。看看这一波泰坦往前走，选择反踢一波，这也是让我没想到啊。是，这边的胆还是有点大。是的，这一波小威闪现就是让你别想。其实我在想，这一波其实是小威蛮心机的一波，因为你看那个时候莫娜是刚回完家，然后再来到第二片野区的一个路上。嗯，那可能对方想的也是，哎，这个时候可能乌迪亚也是刚回家，跟莫娜一样嘛，镜像开局。但是小威刚才是耍了一个心机，哎，我没回家，绕了一圈直接过来的，打了个回马枪。所以这波的话，小威的这个设计还是起到效果的。中路莫格纳过来帮忙推一下线了，但快印这里到六了，这波到六级，阿卡丽不太敢靠前了，侠阵也没了，这一波应该可以打补刀流是进一步扩大。对的，还可以啊，我感觉 RNG 的阵容初期打出了应该有的效果。是 RNG 这把前期的设计特别漂亮啊。是的，一个一团的一个设计，包括这波小威回家 timing 的一个设计，帮助 RNG 在下路还是确定了优势。对，接下来可以在资源团不断的扩大，因为 DK 是最喜欢控先锋的团，但是现在先锋只要 RNG 下路领先，先来到先锋的话，几乎是必拿 ，DK 打不了。而且这个时候 RNG 就完全围绕下半区去打，是感觉这把乌迪尔如果特别肥的话会很无敌啊！你看对方这个中野，其实面对一个有水银鞋的乌迪尔，不太好处理。对，对吧？而且这里找机会直接拿小龙，这样的话等一会儿拿先锋的时候就完全不用顾及这个小龙了。没错 ，RNG 这一把小威就没有去过上半野区，对吧？是，他基本上就是上半野区刷了个三狼，我想起来了，刷完三狼以后就一直在下面帮助 RNG 的下路打出对线的优势。这把虎哥抗压了呀，而且关键这把的对线打的还是挺漂亮的。看这边数值上面是压制了20刀。嗯，基本完成任务，而且他的一个压线让小威在野区也是有一个很大的。第二波也要做入侵，先把视野控好。这就是让 DK 的下路要多难受有多难受。嗯，直接抓着下路打吧，也是让 RNG 这边最稳定的下路能够站到领先，进而 carry。而且中路这里确实有一定的补刀压制，这个基本上阵容的初期的想法全达成了，符合预期，符合预期。而且我觉得比预期中打的还要稍微好一点。是的，对。上路其实倒也不存在抗压，因为你塞恩加酒桶，你两个人就你侬我侬就好了。对，你推一波我推一波，对刷。嗯，谁也不会死。那下一波的话就要看这个先锋了。嗯，这个先锋看一下，这个先锋感觉 DK 应该是中不了啊，这怎么去处理？会是 DK 应该要放的。是的，就很有可能什么辅助网过靠一靠，这个先锋可能自然而然就拿掉了。是的 ，DK 这个阵容也不太存在于先锋硬接一波团。不过这里看用是来到了下路，六级有闪的莫甘娜，嗯，而且草里是没视野的，看一下 RNG 嗅觉够不敏锐，是个三对三。打起来的话，其实这波能接的，这一波也是全的。谁先动手？七级，小威有领先，两边都有 TP 的中上，看一下，踢了，都踢了，两边都有，一波团。但是小威要小心，这波有个水银鞋，还好问题不大。但踢过来，这边的酒桶稍微有些危险。两边五人骑，下路五 v 五，真男人大战。这里酒桶还有个大招，能不能找机会开回来？好像并没有这样的机会，不太敢上了。不过两边的支援速度倒是真快啊，瞬间在下面形成一波五 v 五。这个时候要看兵线，阿卡丽已经回去了，中路给他养了一波兵啊。双方都很积极，嗯，这波主要是小威没闪，他还是比较担心这点，所以他直接就拉了。然后小威没死，我觉得这波可以接受。是的，其实这一波过去是有一个等级上领先的，对，七级打六级，对。
但可惜就是动的比较勉强，因为 DK 也意识到了，而且人也是第一时间就落位了。嗯、对，主要莫格纳这波其实是反蹲到了。嗯，他在那个位置就是反蹲，因为你他好像没有想先出击的意思。其实你被蹲到了，然后没有出事，这一波都算可以接受的、哎，可以接受的。对，而且优势嘛，压刀都还是在压的，这没什么问题。下面先锋已经刷了，下路如果能够提前回家，哎，已经带回来了、啊，这一波应该是可以往过靠了。对对，拿个先锋还是蛮重要的。嗯。那这把安吉的话，几条线的塔皮还是都没有吃到，两边依然是所有的塔皮都是满的。嗯。反正回家以后还是回到下部、嗯，然后这里发现一个针眼，小威直接先开了。中路线是被压进去的，小威这波要走啊，阿卡丽已经靠过来了。哎，这波感觉想拼一下，因为卢锡安也是在往过靠，而且卡莎就在后面。两边的你看地图上的五个人又来了，又是五个人，第二波五 v 五的团战，对，都在往这个峡谷先锋团靠近。卢锡安中路先往过送一波线，而且这边视野上 RNG 是占优势的、嗯、两个针眼分别是封锁了上路河道的两个入口。这一波召唤师技能上是落后一个泰坦的闪现，不过这里小虎上路再去处理一波兵线，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动这个先锋了。 DK 决定先动，那 RNG 肯定是不能答应的、对的，这波应该是要过来尝试的，但是时间上绕过来，这边已经打成了半血了，酒桶也靠了过来，两边的前排都靠近对方的一个招战火力了。身上洗先洗一波，这个时候先把先血逼退。先看一下这个弱点，一千的血一勾，勾到了，炸过来了，来一个 barrier， 但是 barrier 这波有闪现拉一下，有点危险，这被小兵直接带走了。阿卡丽拿到这个人头，但这波的话已经拿到了先锋，可以往后撤一下，但他大招开出了，所以想打这个人侧翼，看见这边秒了，一个技能撞到两个人，给了口治疗，这波他这个的双 C 往后拉了一下 ，Barry 这边可能要倒地，欢迎还在上吗？一个 double kill， 两边是打成一波二花，欢迎小哥战神这边还能够再去追，阿卡丽是在自己的野区的，这一点而且很清楚，他们在找这一波，但是小明复活了，小明有可能去逮住这个阿卡丽，小明有机会，说明过来。看到了，哦、但是这波没有闪现，应该想送塔，啊、想送塔送到了。但这波很赚，因为先锋是蓝色方拿下来了。是的，而且这一波小明还吃到了经验，升到了七级，中路又可以送一波兵线。我觉得这一波很关键的是 DK 的上野吧，就是三这一波开车把他们的阵型给开烂了。嗯、不，这一波他开完车以后，开完交了个闪现大招，那个闪现的位置就是一步，我不想知道我大招能大到几个人。他们的上野其实这一波团战感觉没处理好，他把这个阵型给。扩展给露出来了，哎，这波宽引先是让行李逼退，让自己的位置取到了一个优势，哎、先把先锋拿掉，这个处理没问题。然后勾加大招，大招都炸得很好，泰坦大招、救命大招都炸起来了。小明先死也没办法，因为他这波是没闪现。但这个三的开车反而是露了个破绽。哎，你看莫格纳那个位置，他是离人群很远，非常强，因为他知道自己扛不住。而且他们两个一往前之后把后排暴露出来，其实 DK 下路好尴尬。所以说这一波还好 ，Ghost 一个大招把 Gala 推走了。这一波不是 Gala 推走，感觉 Gala 能收割。是的，这一波其实 DK 的上野，我觉得把这个阵型打得太散了，导致自己的后排没人去保了。而且下路这波兵线再送过去以后，嗯、等到卢锡安回到线上，这条小龙又可以动了。卢锡安很肥啊，这波是直接出到了狂风之力。哇，这边视野是完全给清空。哇，现在视野上 RNG 领先太多了，而且这段时间打团确实 RNG 很厉害。对 ，DK 其实我感觉他们那波发力应该是阿卡丽跟三到十一级那一波有二级大招的时候。因为刚才打完这一波团，嗯、阿卡丽的劣势现在越来越大了，又被放大了。对，因为卢锡安两个头啊，对，对吧？这两个头的卢锡安回家狂风之地，这个线上、好不容易好起来的日子，现在又开始变得比较难了。如果冷静一点判断的话 ，DK 刚才这一波实在是没有必要勉强接的，但是很好，他们上来接了以后 ，RNG 这边取得了进一步的优势，再把龙控下来，这里领先就挺多，雪球可以确立。主要 DK 刚刚还是觉得秒掉了小明。嗯。哦，这一波两边的 TP， 这里小虎的 TP 已经转好了，应该要动龙了这波。可以动龙了，直接动。对的。但这里有视野看在眼里，还有没有闪现？其实这个时候莫格纳的作用只能打反手，你让他先手的话没有那个能力。感觉当面打的话都没啥问题。而且卢锡安也靠过来了，这个时候就要掩护着队友拿龙。阿卡丽也过来了，小威这个的血量还不算很健康。可以，这波 DK 应该是 DK 其实上不来，上不来的。我觉得现在这个阿卡丽的战斗力一般，他的等级也好，他的装备也好，其实现在这个阿卡丽的战斗力还没有起来。你看这一波他们是想动的，阿卡丽还开了个狼头想过去摸摸奖。对，但发现小明这里很到位，直接过去掩护小威撤退了。因为现在 DK 就是很简单，他们的中野战力不强。对，他选到了莫格纳跟阿卡丽这个组合，怎么说呢？确实在前十五分钟吧，这个战斗力有点太弱了。这是要放先锋了，直接养嘎啦。今天的战术思路非常明确。是的，相信嘎啦，相信嘎啦。嘎啦，回头看一眼，有吸到，没有问题。经济的领先也还可以。
可以接受，毕竟现在还没有推塔嘛。嗯，但是现在两条龙的这个领先是实打实的呀。但上路这里汉子哥其实自己也拿到了两层镀层，这把上路就是没太多关注的目光。对，两个人就看打团了。但是我觉得小虎这种节奏他自己也很熟悉。是的，酒桶也算是小虎除了纳尔之外另外一手绝活，就看两边上单打团的发挥了。让 RNG 的这个阵容在打团的第一时间，酒桶大跟泰坦大会让 DK 所有人两秒之内都失去行为能力，我觉得这点还是蛮关键。虽然刚刚那一波先锋团 DK 的处理比较正确哦，先把小明给秒了，但是后续打岔了。老实说，团战的上半段是 DK 打得不错的。嗯，但没办法，毕竟你这个阵容在那时候，嗯，就那一股劲儿。对的，你那一股劲儿拧死了泰坦，对别人就没什么威胁了呀。而且我觉得一开始可能比较担心的 Crying 这个卢锡安，现在看完全就是多余的担心，没问题，对的，完全是多余的担心。这把 Crying 在中路打得非常的好，这个我觉得也是蛮出乎 DK 他们这个 BP 设计的意料，因为他们觉得就是 Crying 可能，哎，他这个 BP 就瞅准了是 RNG 只有上路玩，是的，对吧？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 Crying 在第一场能打出这样一个表现，我觉得在这个 BO5 的 BP 影响就蛮大的。没错，这样的话你就在后面的 BP 也会一直忌惮 Crying 会不会还掏出这种卢锡安这种英雄。啊，其实我是没有想到能放卢锡安的，因为正常来说这一手应该是要废掉的。对，他们最后办了一个瞎子，把卢锡安放出来了。RNG 里四个人的神话装全都做出来了，是这段时间 RNG 打团依然很强，而且现在他小龙拿的早嘛，嗯，所以感觉 DK 就他双那个中上到十一级以后，他们得找找节奏，如果不找节奏的话，其实面对 RNG 这个可能会面临死亡。就第三条龙的这个听牌团，其实他不上来打他就已经很难受，应该要打的。对 对下一条龙团我觉得可能是 DK 的一个机会，他只能 all in， 我说实话。 对哎，这个时候放眼发现了 Barrel， 也不太小心，小妹在闪现，在闪现，但又是明显闪现，这波可能应该是可以跑的。塞恩开了个空车，这波塞恩的大女坦的全招 是全部都交给了这个有水银鞋的小薇。小薇现在还是挺肉的，是的，哎，小薇这波其实赚到了，扛掉了一整波，但是亏的是一个闪现哦，那在龙团之前赚不好。其实这把小薇肥起来的话，感觉应该是蛮 DK 蛮难处理的。是的，因为阿卡丽相较于其他的这种传统法师，他打前排的速度还是一般，他不可能把太多的技能交给你。他只能去切后排，他只能打后排，所以导致你这个阵容就少一个打前排的一个 C 位。C 位，嗯。而且乌迪亚很早就是他第一波回家做出这些水银鞋，这把水银鞋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装备。嗯，对面中野 AP， 对，又有赛恩，又有女坦，对吧？全是这种控制。是，这把前期处理的非常完美。第二分钟，第二先锋再拿下来。看要用在哪里吧，感觉破中比较赚，但破下比较稳。我觉得破中吧。对，破中是一定比较赚的。是的，两边其实这把塔皮都没拿太多，对吧？嗯。上路看用又过来反蹲，但是小虎这里一旦上了，一定身后就有人。嗯，小虎而且你过来抓小虎，其实没那么容易啊。不上这边还看到了，对，看见了呀，看到了，赶紧走。而且主要他有个保底的大招，所以说你这边抓这个酒桶就是挺难的一件事儿。哎，看见没有意识到自己被看到吧，还在这蹲着呢，你还浪费时间。刚才明明就有一辆炮车呀，对的，那个炮车离他那么近，他不会认为这个炮车是盲僧吧？你看下路这个防御塔，我觉得对线期很容易就点掉了，哎，所以等会儿一定是在小龙期间用这个先锋放中路来牵扯你的注意力。哎呦，哇，伤害差距好大。是的。哎，这也蹲太久了吧？这也蹲太久了吧？而且没蓝了，脚闪现，但是被阿德定住了，完了，伤害应该是够了。哇，没想到 Kenya 在这边蹲了有两分钟，小虎都没想，小虎以为他已经走了。对对对，那这一波还挺伤的。哎，但这个小龙会不会有危险？小龙有危险。另外一个是酒桶这一波把闪现，主要是没闪，主要是没闪。但是这一波其实 DK 的上野没大招的话，其实三这个英雄是很废的。也是啊，这边其实这波扫一波，双面客人已经半血了。哎，那这波小龙还是 RNG 的，反而是 RNG 优势。对的，三没大呀，而且我感觉这一波 DK 可能不太想过来打这波龙了，他这个大招都没有，上野都没大招，他想拆上他。是的，一枚一刀，对，这个时候抢一波也那还好。对，一个蓝 buff 加一个小龙，然后用小虎的性命作为一个交换，不要影响到小龙都可以。对的，这是个听牌龙，上路给汉子哥稍微肥一点。其实左边这个阵容打前排的速度不慢的。看见这边的这个莫甘娜出到了卢登了，嗯，其实这个装备也是前两天麻辣香锅他自己在这个直播的时候表示，就是其实莫纳英雄可以选择卢登加那个黑暗收割。哎，这波踢过来可能有想法，但看上去贪不贪了，不贪直接走，这还赚的。对，拿塔拿蓝 buff， 而且先锋还没用，也就是说这样的话，先锋等会儿还可以随随便便再去丢哪一路。是的 ，RNG 的节奏还是好的，还是节奏在 RNG 这一边的。
看一下对位经济啊，哇，双 C 领先还是比较大的，对的，其他位置其实差不了太多，嗯，但双 C 实打实的领先，而且这个领先不可能在下一波决胜的龙团被反超，哎，是的，现在 RNG 不跟你急啊，嗯、我才不要跟你打架呢，这个局势已经很完美了，我觉得是的，是的。你看小虎，这离兵线那么远，我离那个草远一点，莫格纳怎么可能从那里出现了吧？就在这里稳稳的等下一波团，嗯、下一波打团，理论来说 RNG 是在要在这个时间点和阵容上占优势的。打团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还是后排，后排只要不被切，嗯、就小心一个阿卡丽嘛。对。现在这个位置有睁眼的、嗯，两边互相排一下。这说明可是火箭腰带这一套，嗯，这套让他的可能在追击的时候，或者说灵活性上更强，但他的绝对伤害能力其实不强的，嗯，要跟队友配合伤害才有可能打得死。其实这把后排的搅局能力很强，嗯，这把我感觉他的阿卡丽已经有点不太好发挥了。哎，这一波直接交大想上，永双没有动住，小虎这边有点危险，哇，被熊抓到死了，哎哦、被熊抓到死了，是什么？这一波 Showmaker。是连招完全没有出失误，而正面一个大招逼掉了太阳的闪现，嘎啦这个位置也要往后拉一下了。这一波就是 Showmaker 的个人能力了呀。是的，这一波感觉有点太低估他的伤害能力了。第一时间没有看出来能死，说实话。行云流水，真的行云流水。我跟他摸上来小飞，小飞还在比较稳定啊。这指的有点奇怪呀、啊。来，让我们家被秒了，给治疗。烫死，没有。哦，烫死了，点燃最后一道，分手一攻，勾到了汉子哥。嗯，但这边有大招，大招没交出来，第二时间撞了一下车，一个摄像机写到 Ghost 身上，小兵已经倒地了。这一波其实大招挺关键的，一上来飞机追吗？伤害，逼到闪现了，提出一个闪现，舒梅克这里，大招还没好，定在小飞一个秒表。卢先生伤害很高，前排啊，给了一个 Q 技能，舒梅克应该要死了，想换没换掉，这波快银是拿到一个。大杀特杀，说实话这一波 DK 打得挺好的，正面其实第一波上了我觉得有点冒失的、嗯、结果最后通过操作强行打了个二换二，但这波打完也没有什么防御塔能拿，只能再吃一波兵线了。哇，卢仙在那里打这个三打了好久啊，有点硬的，因为这就是伤害类型单一的一个问题嘛，前面也提过了，防御一直在那边打，确实这个赛恩一直打到后期的话会硬到有点难处理，嗯，但等会儿突破点吧，嗯，看一下这一波，其实 Barrel 这里想硬指上来指的是一个很肉的前排、啊、其实有点不怕的，对的， Barrel 小胖打了一轮伤害直接把 Barrel 自己这边打死了，而、啊、这一波主要还是说明可没大，对，他把大招是交到了上路，你看第一时间打的其实还可以，但反正这一车撞的，嗯，让自己有一个逃生的位置，关键是汉子哥自己还有个闪现的，所以他完全不慌。这波小月很漂亮，进了很高的一个输出，有个秒表。但确实打三安的能力，卢夏还是不会。哎，又挤上来了，有危险，但是有一个净化，被挂了个 E 技能，拉起塔下了。小梅往前面挡一下。这个时候不能出失误 啊！而且嘎啦这一波没有了净化，下一波龙团要更小心一下自己的站位了。这段时间嘎啦是摸到了一个不错的位置啊，但蓄满的 Q 没有敲到。这个时候 DK 开始抱团了，他不想等待那波龙团跟你决战，想先占点便宜。阿卡丽刚才几波打下来积累了三个人头、嗯、要稍微注意一下，其实这一波要小心啊，因为这一波 RNG 的双 C 都是没闪的，对，这一波小龙团感觉 DK 就是要瞄准 RNG 的双 C 去的，1400-1500再等下一个小件，不过领先的经济量还是没有被反超，这点倒是还好，现在就这一波很艰难，这一波一定要扛住啊，这一波 RNG 的双 C 没闪特别危险，对，但是好消息是上野有闪，是，也就是说如果 RNG 被动去扛的话很有可能那个双 C 被开到就很难打，嗯，但如果主动出击那么上野的闪现价值就体现出来，现在关键还是把视野先占下来啊，龙马章30秒以后刷新，这边视野先争下来， RNG 视野还大幅领先，这一波我觉得问题不大，不用太过于担心，只要不出失误 DK 其实还是挑战者的一方，现在所有人都要瞄准这个阿卡丽、嗯、这一波一定要把阿卡丽的位置盯准，视野上首先先站好了，只要能第一时间控制阿卡丽直接可以给一套技能的，对，勾到了，勾到了，大招直接给大炸回来了，哇，漂亮，秒掉了，秒掉了，而且还能闪现，非常漂亮，追击可以单吃吗，哇，逆坦一个大招是盯而且但逆坦的纸没有指到，还能减速继续追，小红就顶了一下逆坦，你勾开车往后走了，哇，这波小红开的太漂亮了，只要第一时间把控制给到 Showmaker，那他的阿卡丽还是很难发挥的，哎，而且这波我觉得阿卡丽那个位置有点要事情啊，他有点想操作了，他那个位置其实不太合理的，对对对，其实第一时间他是不能被控的，对，他被控的话正面就没有一个没有战斗力了，
其实他自己被控完，其实他自己被控完以后，侠阵是规避掉，没有吃到什么伤害，但他队友就遭中了，对的，团战里怎么对啊？主要是 Canyon 直接是被是的，对，队友是的，队友遭中了，这就是刚才说的那一点 ，RNG 一定要主动出击，这样的话才能够弱化双对没闪的点。这个位置有点太壮大了，然后九筒的一闪非常的漂亮。女双还动了一下，没反应的。如果这个女喊达拉没大的旮旯的话，刚才应该追一下。是的，可惜，但这波已经很赚了，非常的赚，龙魂到手。那这把的胜算已经是无限的接近于 RNG 这里了。没错。不过有一件事啊 ，TK 的经济损害确实控制的一直都还可以，对止损能力都打成这样了。没有，主要是 RNG 在拿到优势以后，他没有去推塔，对，也没有去入侵野区，所以说不太存在拉开经济的，也没有打架，对，对吧？也就这几条线能够拉开经济了呀。推的不多，两边都还蛮谨慎的。哎，这波有点危险，这波会卖了，我觉得应该走这个是不用太过于挣扎的。还好没什么其他的这个资源，现在就小心这条大龙吧，这条大龙。啊，你怎么把他还好也不太存在 DK 去 rush 大龙，但这个中塔可能有点危险，先让西里先走一波，嗯，让他在这里点冰清掉还可以，冰清掉没什么问题，嗯，只要不掉塔就可以接受，嗯，换了个不要被补经济嘛，对，补了个板甲，因为现在其实你看有经济领先，掉个两三座塔，经济就被补了，也就推回来，但可安现在还是很能扛啊，一个人顶在前面，嗯，少掉一个辅助的情况之下 ，RNG 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站位。乌迪尔绕过来有没有想法，这里也不太不太能硬开吧，这是个赛恩啊，对，要打蛮久，哎，当然这边思路很清晰啊，马上用探照照了一下旁边，确定了莫格纳和小炮的位置，等小明赶到正面再去抢回大龙圈的视野，思路非常的清晰，嗯，在小炮三件套之前，现在小威跟小虎两个前排还是比较肉的，嗯，比较能顶得住的，他们还是缺少一个打前排的一个 C 位，对，这段时间还是得利用好。本来想抢开出，哎，这波只撞了一个小明，撞了一下，而且阿卡丽没有进场，贝尔在旁边在白挨打，阿卡丽在旁边 OB 炸了一下，这个上路一般没炸回来，人太大招直接给收妹妹，收妹开启一个近身，但这边的话可能是了，没地方了呀，你们去过秒掉，差一丝就开了一个侠阵，贝尔这边是开启一个军团盾，这波的话 DK 的拉伸很漂亮，莫娜又给了个大招，哇，最后收妹可以 Q 你的隔墙是收掉了，哇，卡莎进场都杀掉了，自己的手有点低，被挂了个异技能，这个异能可能会炸死，还想换硬换，没有换掉，收妹可这波秀了起来。汉德哥这边的前面非常的能抓，终于能抓到了小威，好，小威要死了，这波好伤，这波好伤啊，大龙可能要没了。哇，其实看开头的时候会觉得说 DK 处理并不好，尤其修梅克在中路逛来逛去，还吃了一大堆小兵伤害。这波修梅克好秀啊！对，但是后半段哇，快一闪跟上来，快一收掉了莫大，这波对方没有打野了，可以往后拉了。哇，没有打野的话，对方打不了这个大龙。及时止损，及时止损。哇，快一，但是刚才这里 DK 其实是用自己的所有技能去完成了这一波。就属于是逆风团战的胜利，必须要说这个showmaker包括 DK 这波他们操作好顶啊，就不能有任何失误的，你看前半段这个位置过来，你看前半段他扛小兵扛了四分之一的血量，是的，但是这波拉扯的确实漂亮，汉哥真的很硬，很肉，还有就是酒桶这个大招他是想把汉哥炸回来，但是出手出晚了，对，所以这一波其实小虎的大招没有起到任何的效果，这一波 DK 拉扯很漂亮，对，莫纳主要在这边，你看他往前面一顶，莫纳顶过来放大的这个位置太过分了，然后这个隔墙的 Q Q 死了，卡莎过去想硬换，净化解出来已经很极限了。是的，但是最要命的是放走了一个残血的汉子哥。我觉得这波怀疑真的有点救世啊，他这波如果不杀掉这个莫甘娜的话，感觉这个大龙 DK 应该拿了。是的，这怀疑好敢操作啊，一闪现过去，正面还在大龙坑在打，又在争又在争，看一下技能量。所以刚才这波还可以接受，还可以接受，这波直接选择了打龙。大伤害。哎，莫纳这波没闪的，感觉可以啊。而且这边 TP 是阿卡丽过来，正面是没有阿卡丽，但是拉掉了，拉掉，对，确实有点紧张，要拉掉还是很明显的。其实我觉得刚才如果硬打的话，哎，可能不想这么拼吧，也合理，也合理。阿卡丽这波是有闪的，阿卡丽和女塔是有闪的，其实这应该是 DK 的进攻回合，没错。中路的防御塔推掉，哇 ，DK 咬得好死。这个双 RNG 还是不能够松懈，抵抗力道很强啊！哎，即使有火龙魂了，其实正面的还打的有点艰难，挺艰难。主要刚刚那个阵型不太好，刚刚那波阵型因为是 RNG 所有的技能都给了汉子哥了，然后 DK 那边莫纳往那个 echo 一卡，
这 RNG 就很难发挥。我觉得真的不能打这个三元，这个三元太勾引人了，我跟你说。他没办法，你知道吗？在前面扭来扭去的，对，他刚才就站在最前面，你也只能点得到他。刚才三元打了两管血啊，这个 TP 带回来的时候有点无敌。其实这把有点像那个 RNG， 我觉得他们在那个对抗赛也打了一套那个 DK 的三元体系，就是不要紧，就打三元就好了。但你一旦追进去啊，反而会给对方这种阵容机会。是的，就慢慢的拉扯打前排，我觉得就可以了。而且等一会儿卢锡安在做出第四件装备的时候，这个三元应该就不肉了，就站不住。所以现在有一个火龙魂的优势，我觉得慢慢的找机会。但现在远古龙要刷了呀。对，这个远古龙，远古龙它不像大龙，其实远古龙的 farm 难度是要稍微低一些的。远古龙打不出什么伤害。对，这一把 RNG 的双 C 还是没闪。双塞没闪，但是又回到那个问题了，上野有闪，对，要化被动为主动。守门和这波是其实还是看守门可，还是看守门可。对，守门可他有闪啊，领先一个闪现，但其实压力不知不知不觉当中，你看 DK 这里的双塞已经完全成长起来了，对，一个五杠二，一个四杠零。但其实守门客的装备还是差的，你看他装备落后那个卢锡安还蛮多的，嗯，是的。但他这波有双金身，而且对他有双金身，还是要小心一点。有闪有双金身，只要能够抑制他操作的话，就会好很多。后面这个眼位没有被发现啊，正面过去看一下，知道了五个人，五个人的位置已经确定了，三人顶在前面，酒桶在绕后。这波汉子哥蛮肉的，先把视野清过来。这两人这波团战一定要拉扯，这波很关键啊。小威的位置也是被发现的，要小心一下。Showmaker 小炮利用手长去点这个大，点这个远古龙，但是回血了。没事，需要有个人拖住，拖住。有个人去单防一下兄妹客有没有？单需要有个人去单防。两个人在盯呢，小虎跟 Crane 都在盯呢。要不就直接冲兄妹客那条线也可以啊。两边打野是一样的。伸张西里扫出来，但这个时候刚好合到刷了。河蟹安吉拿下，汉子哥的血量被下了一点。酒桶跑到了大龙这个龙坑里。拼成的话，感觉不是一个明智明智的决策。盯了一下这情况。三直接开了，这边的两个远古龙应该是不打算再打了。圣木克进来，哎，阿卡丽，圣木克第一波的血量被掐了，很快有一个金身。这边的话炸了一下 Barry 啊，酒桶也一个金身，那这边还可以处理一下对方的前排吗？交闪拉掉，那这个龙怎么办？还是两千血？小威，陈烨拿下龙，二拉掉，拉下了，这波干了跟中哥吗？有个金身，但是这个圣木克第二个金身还在掉，干了，最后差一丝血，哇，汉子哥。就在那个机身的边，还好这边保住了一个小威，最后是拿下了远古龙，但打了一波四换三的惨烈团战。这波舒梅克太夸张了，这也太激烈了。不是卡莎抢远古龙，这波要被舒梅克秀晕了。是的，我天，他这个阿海丽就两件装备，他怎么能这么秀、啊？而且阿海丽刚才拿了一个一千块的大人头，好夸张啊！这阿海丽，哇，这一波。打完双方的经济依然只有三千多的差距，其实刚才有点没有办法，这波 RNG 其实处理的不好，这个原物真的被抢的话感觉就没了。但是刚才其实有点没办法，因为所有人都在盯着那个莫甘娜看他逞龙的那一块，所以你没有多余的精力去追守贝克。这个双金身真的是帮守贝克拖了太久的时间了，是的，而且他往往下这一波从这里还上去了，对，他损武上去了，好秀啊，空中的操作，这波只能说还好。然后这边在看 Kenyon， 所以你没有办法再看守贝克了。Kenyon沉慢了，他应该是。他先整金身，他没办法，他没血了，他没血了。这波差点被嘎啦全收，就在那个斩杀线边缘，你看，就差一下，好可惜啊！哇，这没斩出来，没斩出来。你看那个都血都黑了，对对对，就已经过了那个斩杀门槛了，对，但没有后续点到，对，没有打到后续的伤害，那是烫，哇，这波。好可惜，两边打的都有点上头。但这把好精彩呀，感觉 RNG 一直有优势，但是 DK 这边就是通过一些小的操作在拉扯。这把比赛的质量已经爆了，昨天五把。好高，这把确实质量好高。这毕竟是 LPL 打 LCK 啊。嗯。又想 run 龙，又想 run 龙。但是也是看了速度很快，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速度很快。看见有闪现，我知道卢锡安来了，而且卢锡安直接秒掉，正面和在空中，直接给他带走。卢锡安滑过来，直接后排。守门客自上来，嘎啦追死守门客，一波了一波了一波。小炮现在没有闪现，直接可以继续追，一波了一波了。继续追汉子哥，汉子哥交闪，小炮正面，一波了一波了一波了。被远古烫死了，仅存的一个远古的 buff 烫死了汉子哥，再烫死一个，哇，没有问题。一场艰难的比赛，但是 RNG 这波的指挥是特别的果断啊，但是没有兵线，没有兵线，可以的，看一下时间。三十秒，哇，这兵线有点慢，这兵线有点早。但有两个 ADC，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能不能操作一下？兵线太慢了，我跟你说，兵线真的是可以慢的吧？这两个 ADC，我觉得稳一点，二十秒了，往后拉，稳一秒应该是破路往后拉。对，二十秒了，要一波的话会比较尴尬，比较尴尬。这个应该是破路往后拉了。哎，三不在，其实可以拼一下，算了，稳一点。这波可惜没一波，对，因为我看见小威都没来，对，如果小威的话，小威可以靠过来。小威有点打，因为二十秒是阿卡丽，老实说，你还是不想给他操作的机会的。对，
这波有点可惜，但是还行，拿到了，还是赚呀，还是赚，对，拿到了大龙，而且几乎是把 DK 团灭掉了。说实话，这一波大龙拿下来，由于初期防御塔推的比较少、嗯，其实这个大龙 buff 的收益会变得非常高，是的。还有三座牌还可以推啊、嗯、而且卢锡安这一波回家应该有大装备吧，他好久没给你装备了，看一下这一波想下去想抢，但没抢到，直接被泰坦勾到以后秒掉了。这波泰坦处理太好了，他一个 Q 一个大招都给到了最关键的人，而且这波 Crying 打的也好，一直在侧翼，他是第一时间逼走了小炮，让 Ghost 没有办法在这里输出、这把小明这个泰坦脑子太清楚了，是的，他技能给的都非常的合理，最后无价胖死了仅存了一个远古龙 buff 还挺有用要不然还真能给这个皮糙肉厚的赛恩跑一段路的、是的，这波卢锡安回家也是跟你说大清雨，那这样的话、人家这波是兵强马壮。现在赛恩，但是赛恩这边也出了蓝盾，所以赛恩这边的防装也在同步的更新当中。但是 RNG 双雷毕竟领先还有一件装备，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啊。是的，有一个双清雨嘛，两个都有清雨了、而且现在小虎依然还有一个闪现，就这个时候其实 DK 要小心这个酒桶的。是的，啊，卢锡安还没来，卢锡安那边好像在打蓝，上路破两座塔。经济快到一万了，而且再稳一点，继续运营兵线，对对对，想稳一手。哎，这个时候运营兵线，等下一条远古龙，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就逼出来打嘛，逼你出来打架会比较好一点。啊，你的后期处理还是没毛病啊，对，非常非常的细，而且不着急，对，稳着来，野区扫一波，对吧？红 buff 拿一拿，然后等会儿把视野也做好。哇，这波嘎啦是六神了，他是领先对方的这个 ADC 蓝装备。但嘎啦相对之下没有那么害怕阿卡丽的突进，是。其实阿卡丽这把真的是蛮夸张的，我感觉他那个装备能打成这样一个效果已经是蛮不容易了。是。还有一分多钟，现在 DK 其实不能说完全没机会吧，但也差不多了。难度很高，难度很高，难度真的快一万的经济，这个难度过高了，出事应该就有了。对。但这个远古龙也很难出事啊，因为嘎啦有春哥，对，先把视野往过扫一圈，然后视野已经布得很深了，直接布到你家门口、对，你走出来不可能不被看到，然后打着打就行了。而且兵线处理得很好，中路本身就有超级兵，上路的兵线也在往前带，这个时候 DK 必须派人去守上路的兵线，让好像要派了一个有 TP 拉卡利过去了，两边的双 C 都没闪。下路还能够再推个塔，知道你阿卡丽不在，下路这个塔也要白给。啊，你这个兵线处理得很舒服。是的，两条兵线齐推，还有四十秒的小这个远古龙。我破完之后，如果有人要补装备的话，没有 TP 是不能补的、对，这边时间上面比较尴尬一些。其实我感觉这把看见这个发挥有点可惜，就 DK 这边野辅，我觉得发挥还是不是特别好。对，他这个野辅 KDA 就知道了吧？对，他这个野辅总是感觉莫名其妙就人无了。卢锡安回家补装，直接 TP 到正面。对，有 T 的人才有资格过来想杀，但是旁边有一个，你能不能带动他？用差一下伤害，哦，一闪，大龙自己很危险，自己要小心，有一个金身。哇，这一闪并不是很重要，小虎是倒地了，那这样的话，小虎换掉一个辅助，但是汉子哥要顶不住，又回到他辅助，很漂亮的一个勾，打死了没用，嘎啦是拿到这个人头，小虎一换二，直接回头拿远古龙，处理远古龙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这一波的话 ，DK 是退守了高地，他们不打算出来争夺这条远古龙了，他没得争了呀，一个莫格纳带两个双 C， 带一个双 C 是根本不可能过来打团的 ，Barry 啊。很关键啊，这一波。但 Barrow 也是为了做视野嘛，这种情况下没有办法。主要还是一个视野的压制。主要卢仙这一波旁边的架枪是让 DK 没想到的。还是这个问题，就是 RNG 的双 ADC 太肥了。是的。现在处理这个汉子哥我还要等了啊，想等吃 buff、啊。等十几秒的等吧。其实没必要。那 DK 因为反正也没有过来。不过我跟你说，我觉得这个是合理的。为什么？对啊，对啊。我慢点拿，我反正现在小人我也推不了，对吧？那就直接一波了，感觉。对，我就等人过去给你打一波。现在 DK 心里很慌，这帮人干嘛呢？什么情况？这远古龙怎么还没掉？这远古龙这么肉吗？比我们三恩还肉。再等吧。啊，感觉得到了，下来。小虎跟这个远古龙，把戏打在公屏上。哦，太细了。这就是团队那个小虎自己说的，团队要有一个温柔的妈妈跟一个严厉的父亲嘛。应该要把地位打在公屏上啊！为了等我虎哥，也没问题，也没问题。四个人在那边等远古龙，扎实一点，扎实一点。这个真的是究极稳，因为他毕竟是个酒桶，对吧？对，哎，有可能打就很容易蹭到那个中间伤害。对，万一一个大招就直接扎死，是啊，差那么点伤害。你这个万一也太万一了，兄弟。只要这个辅助啊，我跟你说，现在就是真的是最稳的等双龙。对吧？
哎，可以的，十秒钟，十几秒钟，我干嘛不等呢？对啊，对啊，拖一会儿还有大龙呢。这波你只要敢出来打，那玩意儿必然会接。是的，我这边远古龙 buff 怕什么？但是对 DK 而言，其实不接也是等死，就看 DK 怎么选呢？就 DK 想，你想现在死还是待会接？要死的更快。到现在来说啊，我们看过双龙打输了的团战，屈指可数。突然想到了一波。那么，你直接报那谁身份证号得了，身份证号呗，有点过分。但是这把的话，我觉得应该有了，应该有了，应该有了。现在只要集合起来往上推就行了，中路的兵线稍微去带一带，甚至不用带都行，除非 DK 能开一波神仙团战。但我觉得不太可能啊，这个双龙会这样往前压进，卢先生还有个秒表，双龙又有中亚，这把都纠集稳了，直接过来先来硬点，没问题，只要看到那勾就完事了。是的，勾一下。泰山直接干死金身了！哇，有个金身，这伤害太爆炸了！金身顶完以后，开用在正面战场就没有了作用。还有五十秒，有机会一波的。小薇还在旁边，小薇在带着水晶拆门牙就完事了。这个时候 ，Showmaker 虽然很想秀，但炸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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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炸了！飞起来！这个差点太高了，再次被融化，已经追破了。Double kill，Showmaker 也是被一技能撞了一下，身上一个一技能，还有一勾没有勾到，直接推就行了，直接推就行了，勾起二技。哇！再点掉一个，锤破，已经在泉水刷伤害了。RNG 第一把兵不血刃，而且这一把他们从战术的 BP 角度上考虑，以及初期的战术部署，完全依靠下路，收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还是，反而是 DK 一开始的 BP 设计吃了个羹。